个记者会，嗯，很开心，很开心看到大家，因为很多的都是很好的朋友，跟很久没见的。嗯，启程呢，这个旅行对我来讲，这个在我品牌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嗯，因为刚刚大家看到影片，嗯，这个启程这个事情，不是只有五年，我开始做我们品牌的 IP， 是actually32年前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，但是在发生的时候，我是小时候还不知道是会带到我走这条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小时候我有蛮这个严重的这个数字跟这个学识障碍，对吧？所以小时候，画画是我一个可以给我自己很大的自由，给也是我可能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感觉跟别人分享，对吧？所以，艺术画画跟颜色跟图案的事情，在延伸至我从生出来这一刻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但不知道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工作，对吧？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的，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因为对这个障碍会觉得很多困扰，但是现在32年后，我觉得这个是上天给我最好的一个礼物，对，所以还有我们品牌这个已经走了现在5年，且今天这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100个图案，但是很多人都会看到我们的图案都在服装上面呈现的。可能在 fashion show 啊这些的，但是今天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图案，这些 IP 呢，可能 actually 是可以在不是只在衣服上面，可以在你看这个空间啊，我们今天怎么，我觉得我们打造这个 Marco 这个地方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IP 就去做使用这样子的，所以我觉得有它有更多的一个威力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，我们的东西可能跟 Versace 很像的。因为我自己是在这边工作，但是我真正的梦想是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变成 Versace 亚洲版呢，我觉得也蛮不错的。希望大家可以很开心的用这个点心，我们也跟王婆跟美赞这边用了很多心血去把自己的点心设计出来，跟 Chef 一起的。所以这边我想很重要的事情要谢谢杨美商标这边我的好 partner。你看到全部的这些家具的布啊，都是在杨美在这个台南工厂制造的事情，也是我很想要分享，是我们台湾有非常好的工艺，真的，对吧？可以，我也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参考他们，可以，我也很开心可以跟杨美一起在做这些东西出来，给他很 support 一个新的一个品牌这样子，对。OK， 我也这边要谢谢远东饭店 Marco， 对吧？所以 actually 我很好，像我小时候都住在这边，对吧？所以回来做这个事情会对我讲是好像很奇怪样子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来这边都有一个很有很像回到家里的一个感觉，对吧？对吧？那谢谢美赞你们，对吧？谢谢，对吧？所以yeah， 我们等一下再。Daniel， 难得从早画到晚， yeah， 那我们昨天晚上在那边待多久？对，听说跟我一样，其实不瞒各位说，正常的空间也没有花很久，就到昨天12点半而已。所以就是为了呈现最美的 IP 呈现。那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，我每天上班都会问自己说，那么多幅画，现场就这五幅就好了。这五幅画的话，你最喜欢哪一幅？这是幅对我最符合你现在的心情。对，现在心情啊。对。我觉得是应该是就这一幅吧。第二幅绿色哦，抱歉，这是我的心情。有很大意义，因为我来开创我这个品牌之后，我一直跟我团队说，我希望我们要有很，我们这个品牌不是只有做服装，对，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brand， 对吧？对，我们可以把一个 brand 意思，我觉得说，我希望可以，因为我们是一直在强调说，把你的内心的狂野带出来，我们品牌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就在衣服上面，你穿着。把你的狂野带出来，希望在你家里，在你生活上，也可以把这份狂野再活在里面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要，就跟我团队说，我觉得我们要把 print 的事情要强大，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IP 价值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幅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是它是我们品牌第一幅，对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就在一件皮衣上面，我知道各位，因为我有穿过，对啊，所以我看它。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是今天他来到现在这幅画，可能这个 print， 可能是从这里到100个的图案的 IP， 对。其实我刚
去骑铁马，就说哦，这个人闲不下来，就这样。后来有一天慢慢跟他越来越熟的时候，发现原来其实障碍在他的生涯里面其实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重，但是他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做突破，然后从每一天跟他上班看到一种能量的绽放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其实台湾对这件事情你知道其实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楚，你为什么要？而且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小时候都会来串字，英文字会翻掉，翻掉我现在也会翻起来串太多，就是你会拼字会拼错啊，数字会来看一三六七，就是都，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就是有就是这样子，是我们可能知道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，对，我们可能写出来就会不一样，所以会变成现在我们没有很聪明。会觉得这样，对，所以小时候长大会失败蛮多的。我是觉得为什么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觉得面对失败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很难去做一些很难的事情。所以因为我知道我会失败，对我真没差，因为从小时候都在一直在失败到现在，所以我觉得只是会去勇敢去面对它，这样子的。所以但是真的是长大是会觉得说。这是一个蛮好的，对我来讲，我不会再如果再要去改的事情，我可能不会把它，我不会想说哦，就改掉这样子的。那补充一下，很多全球很有名的这个企业家都是企业家，看起来对，看起来对，但是真的，就跟我们小时候左撇子被妈妈打之后，我们长大见到妈妈说，哎，你知道左撇子比较聪明吗？意思是一样的逻辑，所以我们奉劝他们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做。对，我觉得要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那我是对吧？而且我觉得是回到我的这个失败事情，我觉得失败事情不是一个正面事情，没所谓，对吧 ？It's OK， 对吧？是不是？对。那最后我问 Daniel 最后一题喽，各位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跟远东餐厅非常棒，是出了联名的下午茶。那我想知道 Daniel 在整个下午茶店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泡？因为我个人我很爱吃东西，所以对啊，下个阶段它的甜它那个点心，我觉得很精致也很好吃的，因为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很漂亮的丝巾在绑在这个衣里面，看着它也在，还在消失了，这个呼应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一定要 P 的好吗？各位帮着把 P 上去。我觉得，但这个也是这个是比较我们讲的那个时光的，毛玉珀的景真的是。我真的是太无敌，很无敌的，这很美的，所以可以给大家可以欣赏这个，享受一下这一刻。那我们请 Gloria 再来，今天有掌声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的帅，本身非常的帅，哇！来，我们往这边走，来，好，你先进。